大家早，今天早上，小朋友因为要参加那个足球的比赛哦，所以，我们大早的时候，我们就从家里开车到这个芦竹的这个地方。那三角国中这边的场地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真的还不错。那整个足球场的比赛的场地都是用草皮哦，不是我们一般看到的 PU。那这个是双宝他们在幼稚园的第一次足球比赛，当然也是最后一次哦。那他们两个自己本身是很开心、很兴奋的，想要参加。第一场比赛大概在8:30的时候就要上场，那到底踢得怎么样呢？就跟我一起走喽。讲一下今天的状况哦，整个比赛的结果，因为其实海星班跟贝壳班都有各有两场比赛，然后呢，两场的部分的话是很不幸的，我们两场都打输了。但是我觉得比较难能，海星队都打输。比较难能可贵的是说，我们在虽然是打输了，但是原本其实在赛前的时候，汉汉是完全是不想参加，不过这次我看到他整个场次哦。都有办法整个打完，实在是觉得非常难。在李彦德的部分的话更是厉害，当然等一下如影片大家看到了，其实在影片中德德挡下的球可能有超过了10个球，而且大家说在中埔妇幼的妈妈每个人哦瞬间都变成德德的那个球迷，每个人都很支持他，说哎他球踢得很好，哎专注力很够。我觉得这一次的表现两个小朋友都是非常的精彩。那剩下一点点时间，我们邀请两个小朋友到节目里面来看。好，来，对，哎，好，不要暴动，我知道你们。看一下，我先反问一下，来，先汉汉哥哥来，我们来讲一下今天哥哥在球赛里面有什么话想要对自己说，希望下次怎么样，或是怎么样的。哎，好了，我第一局的时候我跑不快，可是第二局就没力。哦，没力气哦，所以体力上是不是下次我们应该要好好？我下次一定要第一名。好 ，OK， 哎，再来。好，我叫等等。好，我今天要说的是。因为你第一开始的时候要蹲下，可是我都没有蹲下，所以我就被他记得好几球。第一局的时候，第二局的时候我没力气换人，所以我又被上去了。老师不给我吸氧气，拜拜。老师不给下去，为什么？我叫汉汉。老师不给，我叫汉汉。随便放下去的话，一定要踢球。对啊，就是如果你不想要，一定要用这个。哦，是这样，所以因为他这次。整个挡下球很多，大家都觉得他一定要在场上，所以整个场次的里面的话，德德是几乎没有再下来，所以整个场两个小朋友都是在上面。这次经验啊，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的难能可贵。在我们下次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在国小的这个比赛里面啊，再一次参加足球队，希望两个小朋友也能再一次代表学校出去比赛，然后并且帮学校未来的这个国小能得到更好的名次。哦，那。如果将来这两个小朋友在学足球的状况怎么样呢？我们再跟大家更新。那拜拜哦。